阳晒到屁股上啦。好吧，那太阳晒到肚子上啦。昨晚睡得好吗？大家好像都跟你差不多。今天我起得最早，四处逛了逛。为了等你起床，我可是一直忍着没先吃哦。咦，菲希尔一早就跑了。嗯，他似乎不太愿意跟我们一起行动，说是另有冒险家的工作。太假了吧，明明说是来光复幽夜净土的，怎么又给冒险家协会打工去了？瞧他的样子，应该是有心事吧。我们按原计划派出莫娜关怀他，没想到他居然说莫娜不懂冒险家的工作，不能跟去冒险。菲希尔为了独处，连幽夜净土这个借口都不用了呢。可见他遇到了不小的难题。啊，我身为朋友，很想帮帮他。不过有一句话他说对了，今天我们会去其他岛屿探索。大家全票通过的呢。这个刚才派蒙替你投了，他说你和他是一伙的，你在哪儿他就在哪儿，反过来也一样。嘿嘿，你可是冒险家，肯定会去的啦。菲希尔建议我们一起行动，他自己还有其他想调查的事，让我们不用担心。他忙完就来跟我们会合，别看他平时那样，怎么说都是个经验丰富的冒险家，我想我们应该相信他。跟费希尔认识不久，我的意见只是冒昧猜测而已。不，好像还挺准的。与他人的矛盾，不是解决就是放弃，唯独跟自己，永远不能轻易放下。我也有过那样的时期，很理解他。虽不知道他在苦恼什么，但现在，他需要独处。我也同意，就是可惜了今天的冒险之旅。大家一起才有意思啊。心燕太有进取精神了。对了，还没告诉你们呢，今天早上北边那座岛屿出现了幻象，等旅行者吃完早餐，我们就去调查吧。看起来是正常的岛屿呢。风里似乎有灼烧的气味。哦，我的水粘盘变明亮一点了，可还是看不清楚。喂，看我发现了什么。哦，这东西该说它是一面鼓还是一株植物？是植物构成的乐器。那看来星燕，这里该不会是跟你有关的岛屿吧？啊，难道这是给我准备的乐器？那我先敲一敲。稍等一下，昨天我碰了盆景中的假身，我们就被转移到某个特殊的空间内。心燕，你要不要先做个准备？你说的对，但我不担心这个，我对音乐可是随时都有所准备的。
嘴灰。没事吧，派蒙？果然，换地方了。这里怎么有种荒凉的感觉？星燕，这是跟你有关的幻境，没错吧？我猜没错。但奇怪，怎么会这么荒凉？你们看，那个地方好亮，像在邀请我们过去。嗯，过去看看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这么明显，肯定是陷阱吧？话是这么说，我们也没有其他路可走啊。如果这的确是星燕的幻境，应该不会有陷阱。这话我爱听，一下就肯定了我的人品。有道理哎，那我们过去看看吧，不过要小心一点。门锁住了。说什么胡话啊你！星燕，你干嘛把门锁起来？就算你问我，我也……不过我是个会把钥匙放在家门口花盆底下的人，所以附近应该有钥匙。哦，这附近有花盆吗？不可能。
想起来了，还真是音乐圣地呢。真的靠植物拿到钥匙了，新燕的环境好像比万叶的轻松不少。倒不如说是我阅历不如万叶呀。何必客气。好热，跟那朵花有关系吗？没想到这里会有客人。耶，他会说话。我知道了，但就是不一样嘛。您好，我们触摸了外面海滩上那些长得像蛊一样的植物，就被送到这一带来。请问您是这里的主人吗？这里是音乐的殿堂，我不过是区区守门者。朋友们，你们也是来追求极致音乐的吗？没错。那么你对音乐的寄托是？为反抗高歌。你很懂吗？太好了，能遇到知己我可真有福气。跟奇怪的花都这么投缘。好相处的人走到哪里都有很多朋友呢。你们能走到这里一定是想进入更深层的殿堂，不过很抱歉，进入殿堂需要我的歌喉，而我现在嗓子有点哑。你不要紧吧？要不要喝点驱寒的药？不，我只是太久没喝寒山甘泉了，只要喝到那个我就能重振歌喉，为你们打开道路。寒山甘泉是泉水？对，只要喝下那种水，疲惫的大人、困倦的小鸟、无知的孩童，所有人都能唱出最优美的歌声。好，我帮你找，你把泉水的所在地告诉我。谢谢你。清澈的水令植物生长，它们变得茁壮，克服困难，攀上高山。泉水就在那些被植被庇护的山上。原来是上山啊，我还以为随便打点海水就行。山泉跟海水完全是两种东西吧？只不过想要看到那样的山泉，或许得靠我的力量。这位朋友，把手给我，这样你就能看到我所看见的事物。握了我的手，就是结交我这个朋友了。还是外面明亮，不过我也不讨厌那个热乎乎的山洞。寒山甘泉就在这附近的山上，我们一起找。等等，这地下怎么有光？这是水脉。根据那朵花说的话，水脉和植物有关，植物又跟山上的泉水有关，跟着水脉走准没错。收纳完毕，就重新出发吧。下一项工作是
水脉被堵在这里了，是那堆石头的关系吧。好，动手。通了通了。想拍跟上的，急如赤令。各位，这里有张纸条。原来如此，这座岛真是有趣啊！这种口吻，还有这个署名，是阿贝多呢，我们在蒙德的朋友。阿贝多是很厉害的炼金术士，他也来过这片海岛哦。这张纸是他留给后来者的笔记。哦，原来是他。他的意思是，这整座岛都被做成了乐器。天哪，太厉害了！而且还跟地下的水脉有关。可能是要把水脉全部疏通，才能奏响这座岛吧。演奏乐器之前，先做清扫工作，很合理。
会跟上的。运动是必要的。像工作室，这些植物跟我们在山洞里看到的植物很像呢。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寒山甘泉了。喝了这个就能唱出美妙动人的歌声吗？感兴趣的话可以试试。不不，我又不会唱歌，万一没用岂不是很尴尬？莫娜声音这么好听，很适合唱歌。要是你不嫌弃，等回营地我教你怎么运气发声。哎，可以吗？你先保证绝对不能笑我。不笑不笑，谁都是从头开始学的嘛。那我可以稍微试一试。好，在那之前我们先把山泉送到花那里。触碰海滩上的鼓就能进入幻境了，再来一次吧。有所收获就是一件好事。我会跟上的。工作室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你要的寒山甘泉。
感觉好多了，很有效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我会送各位去你们想去的地方。这种气味，我们是在璃月附近的山上。可是这里好阴暗。等等，你们听，有声音。那些鸟雀是喝过山顶的泉水，才能唱出悠扬的歌。你看咱家，从来就没人喜欢唱歌，你又怎么能唱得好呢？那我也去喝这种泉水就行了吧。妈妈，我出门一趟。下一项工作是？大晚上还待在山里不回来，你这孩子想吓死我呀？喏，你要的山泉。啊，真的？爸爸你真好。星燕的孩子又跑哪儿去了？找地方唱歌去了吧。哎，说也说不听，拦也拦不住，你说你当初骗他干嘛？我哪知道他真会去找什么山泉呀。哎，怎么才能让人省点心用？我会跟上的。给老子下来，这儿不能搭台子。不会唱曲就不要唱，还学人家办什么演出，真是的。我说心燕啊，小姑娘佳佳怎么又在玩那种粗鲁的乐器？心燕呀，你妈妈说了，让我有空多教教你绣工。这叫雅趣，什么时候到阿姨家里来？吵死了，别在路边弹琴了，要是非弹不可，也弹点上得了台面的曲子行不行？这说的都是什么话呀，根本不是人话吧。这些人啊，气死我了，你干嘛不骂回去啊？你的摇滚精神呢？都这样了你还笑，不生气吗？有些话听一次冒火气，听一百次可就气不起来了。不过还是谢谢你，太萌。喂，吉祥阿姨。哎，阿姨等你回音呢，这个周末我刚好有空。阿姨别光顾着我了，你家炉子火没关，上头还炖着汤吧，你看都焦了。哎呀呀，这怎么得了。竹叔，小竹又在外头玩泥巴了。哎呀，你不是说了让他别这样吗？啊，这混小子又背着我出去干这事儿，看我不给他一顿好打。海伯，对不住，我换个地方就是。不过您这听曲的品味可得赶赶时髦了，要知道就连璃月港最有名的角儿都喜欢听我这不上台面的曲子呢。你说什么？还有这事儿？你可别骗我啊。到消失了。你看，适当的话术，自然的笑容，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。既然如此，摇滚精神又该用在什么地方？我的摇滚精神可不是那么表面的东西，用来跟人吵架未免太浪费了。摇滚是革命，改革自我，改革命运，告别懦弱和退让，而且不是在言语上，是在艺术里。风雨中绝不熄灭的烛火，岩洞下永远沸腾的岩浆，无人可挡，无法停止的气魄，这才是我的摇滚。好了，走了。我看旁边有条小路，走那边吧。
你心态真好。假如有人说我不是天才，你一定会生气。真的，我有点想试试。你们看，莫娜瞪我。太萌，你是在用摇滚精神触碰禁忌吗？实不相瞒，我都开始对摇滚有点兴趣了。啊，是不是真心的？别糊弄人啊。当然不是玩笑了。摇滚能给人带去那么坚强的意志，单凭这点足以。咦，那是又是门，该不会又有那样的人了吧？小意思，放着我来。大姐姐，你的发型好奇怪哦。是吗？我觉得很酷啊。你再好好看看，竖起来的辫子，尖尖的发饰，别人都不这样。这话说的不对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那你见了我就会印象深刻，怎么也忘不掉，以后见到我还能认得我。对，头发衣服甚至脸皮身段可不是只给别人看的，自己喜欢什么样就打扮成什么样。真的吗？可我要是穿画着小狗的袍子，别人就会说阿飞像小狗。那你就不听他们的。你喜欢小狗对不对？喜欢。你朋友喜不喜欢小狗？也喜欢。所以你的朋友肯定喜欢你那件袍子。大姐姐，怎么不扎个讨人喜欢的辫子呢？没办法，我就喜欢这种有性格的。扎这个之前，我也料不到大家这么不喜欢我的辫子。那不改改吗？这种发型才符合我的音乐和生活，平日常见的那些都太普通了，不够精神，还妨碍我演出时摇头晃脑。不喜欢就不喜欢呗，不改了。那你的朋友也不喜欢吗？才不会，他们都说我这辫子好看得很呢。朋友会帮你，真好。不像我的朋友，把我丢在这里。哎呀，怎么哭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跟姐姐说说。露露和小萌不理我了。说好今天约在码头，他们却一直不来。小小年纪就学会放鸽子了。你待在这别乱跑，我去附近找找，找到了就带他们来找你。谢谢你大姐姐，我再也不说你的辫子奇怪了。算你识相。那一会儿见。我会跟上的。你好，你是小萌吧？有个叫阿飞的孩子在码头上等你，等得太久都哭了。啊，他怎么这么笨啊？都不知道来找我们。算了，我找他去。跑掉了，我们快跟上。你好，你是露露吗？大姐姐，你找我吗？你不是跟阿飞约了要在码头见吗？怎么不去找他？他都急哭了。哎，这个笨瓜就不能来找我们吗？亏我们特地准备了惊喜给他。惊喜？怪事。我会跟上的。
笨瓜，我们给你准备惊喜呢，谁知道你都不来找我们，还哭了。对不起，我是笨瓜。不是啦，你不是笨瓜，是我们不好，不敢吓唬你。阿飞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我们本来想给你个惊喜，让你吓一大跳，才故意躲着你。这是给你准备了很多莲蓬，好吃的，还有我和露露亲手写的祝福信，不能说我们自丑。你们谢谢你们，搞了半天是这么一回事呀，虚惊一场。朋友嘛，干出这种事也不奇怪，要是我朋友给我准备惊喜，我也会被吓一跳。是在暗示我们给你惊喜吗？好高明的话术。哎，不是不是了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我知道了，我也是开玩笑，就想吓你一跳。啊，是我肚子饿了。确实快到饭点了，我想想，哎，要不然去我家吃饭吧，离这不远，一直走就到了。幻境里也有家吗？有啊，我刚看了，这条路和现实中一样，就通往我家。虽然是在幻境里，但不论是跟邻里意见不合，还是表演失败失望而归，假如有什么非去不可的地方，我猜也就是那里了，因为人嘛，总要回家的。我会跟上的。到了到了，大家随意进门，不用换鞋。抱歉打扰了。有椅子呢，正好可以坐一会儿。里面的屋子好像有声音，你们休息，我去看一眼。灯都没亮，没人在。噔噔噔，生日快乐。你们干嘛？那么大两个人坐在屋里还不开灯，想吓死我呀。云锦你说对了，他真的会被吓的。难得的生日，来点惊喜才好呀。你们两个不要顶着可爱的脸做这种事行不行？哎，这话呀我可是不爱听的，谁规定长得乖巧可爱就不能开恶作剧玩笑啦？是不是啊香菱？就是就是，郭爸长那样不也很灵活吗？行行行，说不过你们。北斗姐今天有事托我们带话给你，她就不亲自过来了，给你的礼物由我转交。来，这是北斗姐送你的外国乐谱和特制匕首。心燕，我专程差家里人给你打了金发簪和铁发圈哦。铁发圈？你千年的打铁世家就打这个？怎么啦？发圈，这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呀。嘿嘿，我就不一样了。不久前，我在路边看到个戴眼镜的铁匠，瞧他那样子，好像能看懂石头一样。我不信邪，请他帮我选石头，没想到真能开出翡翠来。嘿嘿，我当场拿去磨成吊坠大小，拿绳子串起来，给你当挂件用。哇，你做了个翡翠吊坠给我。对啊，不是挂在脖子上的，挂琴上。天天看你宝贝你那把琴，我就想着早晚也给他打扮起来。这么宝贵的礼物，我可不舍得用，得供起来。
谢谢你，香菱，你好细心啊。香菱心细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。不过那人居然能看懂石头。你再说说这事儿，要是好玩，我得写进戏里。我也不晓得，听说他是病了一阵子，那期间浑浑噩噩的，什么都不记得，身体像是不属于自己一样。再后来，砰的一下就好了。只是不知为什么，从那天起，看一眼就能分辨石头好坏了。嗯，可真是怪事。啊，不说这些了，菜都要凉了，开吃开吃。且慢，星夜，你不是从外国商人那里学了一招吗？上回我生日时候你教我的那个。哦哦，你是说许生日愿望对吧？对对，就是那个，在外国还要点蜡烛切蛋糕，我们可没顾上这些，光忙着帮香菱把饭菜提过来了。没事儿，我自己想象一下就有了。那我们数一二三，你来许愿。一、二、三。今年许个什么愿望好呢？啊，我的愿望是……怎么回事？我才刚凑到门缝里看了没多久啊。既然是幻境，星夜，你刚才在屋里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我知道我知道，他见到了给他过生日的朋友。那些我也听到了啦，我是说他自己。我自己啊，我许了个愿。说起来这事也有点意思，我不是推门进去吗，屋里居然是香菱和云锦，我的两个好朋友。这可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事儿。上回生日，他俩跑我家给了我一个大惊喜，做了一桌好吃的，让我许生日愿望。星夜，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？我的愿望是跟大家意想不到的人一起办演唱会。意想不到的人会是谁呢？关于这件事，我在刚才一瞬间想通了。有答案了。不过公布答案之前，我想先疏通那些贯穿山石的水脉。像工作室，
我会跟上的。下一项工作室，瑰丽的珍宝令人欣喜。跟上的。像工作室，金汤，
影毒箭。以退为进。Hut!
一份付出，一份收获。有收获就是一件好事。呀！可别眨眼，下手。收纳完毕，就重新出发吧。
剑意斩冰。意外之喜。
我会跟上的。有所收获就是一件好事。能做的都做了，剩下那两座山怎么也解决不了。再想想，会有办法的。刚才我仔细看过，岛上几座山内部多半都有水脉和植物，这种体系将它们串联在一起。但现在山体坍塌，植物和水脉无法连通。如果所有脉络都被打通，它们就会连接起来，形成阿贝多笔记中所说的巨型乐器，以岛屿为单位演奏了。嗯，为了我想做的事，必须做到这一点。我想去问问那朵花，她应该知道办法。岛上有些山体失去了植物和水脉，请问你有办法疏通它们吗？这件事我知道一个人能帮忙，楼上住着我的同伴冰封之心，去问问他吧。下一项工作是跟上的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然会到我这里来？你好，我们想借助你的力量，疏通岛上那几座山。山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你们也想成为大音乐家，是吗？嘿，是这样吗？没错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了。其实我很柔弱，也要为你们献上一份力量。那，拿着我的花瓣，把它种在音律交汇的终点，沉入地下的山脉将为着乐声升起。只要我们还有音乐，生命就会流淌在每一寸土地上。谢谢你。应该就算种好了吧。岛上好像有声音。跟上的。
外向工作室。有所收获就是一件好事。上的外向工作室。呀，我会跟上的。工作室。上的瑰丽的珍宝令人欣喜。
如赤令。我们把花瓣种下去了，你能感觉到什么吗？嗯，有了，阳光不错，海上有宝石般绚烂的光芒，
浪拍打着乳白色的沙滩，那些沙粒流入海中又被推回来，有海鸟落在岩石上轻轻啄着，发出有节奏的乐曲，咚咚咚咚，是音乐。是音乐啊。说起来，这座岛本就是一件庞大的乐器，既然你是音乐人，应该能理解其中的深意。用海风、浪花与潮汐演奏音乐，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。走吧，各位，是时候请你们听听我的演出了。万叶，你能感觉到风吗？它往哪里吹？从那边过来了。我会跟上的。哎，终于到这个时候了。各位，我曾许下一个愿望，要跟谁都想不到的人一起办演唱会。许多年前将这座岛制成巨型乐器的人，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和长相，但他绝对是提瓦特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。我从没想过能见到这样一件乐器，更想不到我们能趁着潮汐奏响它。不，音乐是献给知己的礼物，所以我会选择更适合这位原住民的方式与他合奏。今天就不玩摇滚乐了，给大家看点新花样。希望生活在过去的你也能喜欢这曲合奏。怎么样，我的演奏还不错吧？非常不错。从未听过这样的合奏，很有意思，而且很高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反正很不一样。谢谢大家，这样一来我的愿望也算是完成了。还有什么想做的吗？没有啦，今晚应该能睡个好觉吧。接下来大家都闲着对吧？那我有个提议，我想再去一趟鱼人中营地，确认那里的情况。啊，原来你们也发现鱼人中营地了。等等，你也知道？我可是天才占星术士，而且我不是说过水占盘恢复一点了，我能通过占卜感觉到这里的情况。哎，这里都有鱼人种？对，今天跟菲希尔分开时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他了，假如遇到鱼人种他会隐藏起来，不会有危险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们也坦白吧。奇怪的装置，神志不清的鱼人种，你们的意思是这些跟最近的幻境有关？不能保证，但我觉得两者之间不应该完全没有关联。有道理，那赶快去营地看看吧。只有岛上的本土怪物，没有鱼人种了。驻扎的痕迹和装置都还在，但人都不见了，好奇怪。
算了，占卜一下看看。哦，啊，这是力量在流动。各位，似乎没能占出愚人众的踪迹，水占盘又变得浑浊了。但这次，我能感知到某种力量正在汇聚成型，目的地是那边的小岛。这次会是跟谁有关的幻境呢？过去看看吧，说不定会有线索。到了，各位。咦，菲谢尔？真的是他，菲谢。哼，来了吗？初为愚笨的家臣。哎呀，好久不见了。也没那么久吧。啊，小姐和我察觉到某种气息，特意提前赶往此处，等待与诸位会合。没想到，诸位来得比想象中更快。奥兹看起来有点紧张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幽夜净土降临在即，本皇女还需要筹备祝圣仪典。小姐，你又要？我一人也可行动。奥兹，你若是厌烦了银夜的侵袭，就退回到白日赤光中去。小姐，如此话语可不像您该对我说的。我是您的护从，您的眼睛，不可能丢下你。少在那里用打量的眼神看着我了。总之现在还没到解释的时候。哎呀，小姐，诸位，万分抱歉，小姐心情不好，还请不要放在心上，也恕我先失陪了。离队这么久，心情也没好起来吗？看到菲谢尔，我就觉得这一带即将成型的幻境应该跟他有关。靠近与我有关的幻境时，我隐约能感觉到某种熟悉的气息。我也是，虽然并无道理，只是觉得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要出现了。菲谢尔和奥兹能有所感知，说明这份预感也会成真。菲谢尔应该就是不想面对他的幻境才这么焦躁。怎么会这样？或许他的幻境中隐藏着某些不希望被人知道的秘密吧。各位，我们先在这里休息吧，等幻境出现，谜底自然就会揭开。